原标题一代名将岳飞死后他的后人结局怎么样。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，完颜兀术毁盟攻宋，岳飞领命挥师北伐，先后收复郑州、洛阳等的，又于郾城、颍昌大败金军，进军至离开封城仅45里的朱仙镇。正当克服中原胜利在望之时，宋高宗赵构和奸臣秦桧却一意求和，以12道金字牌下令岳飞班师。岳飞接到如此荒唐的命令，愤满气下，十年之力废于一旦。班师回朝不久后，岳飞先是被收取兵权，后遭秦桧、张俊等人的诬陷入狱。绍兴11年1142年1月，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与长子岳云和部将张宪同被杀害。那么岳飞遇害后，他的家人子女都是什么结局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岳飞一生中共有过两任妻子，育有五个儿子和两个女儿，这七个子女的命运却也是各不相同。前妻刘氏，岳飞16岁时与刘氏成婚，生云、雷二子，飞从兄抗金，让刘氏照顾母亲，他却两经更嫁。刘氏后嫁与韩世忠军中一个低级军官，后妻李氏，字孝娥，与岳飞在战乱中相识。岳飞从不纳妾，与李氏感情和睦，生有林、郑、白、亭三子。岳飞遇害后，李氏随家眷流放岭南，仍坚持将儿孙抚养成人。冤狱昭雪后，李氏和三个儿子北归，终年75岁，葬于江州。长子岳云，字迎祥，号惠卿，刘氏生。他12岁即从张献军，随父亲征战四方，身先士卒，屡建奇功，历任武一郎、左武大夫、中州防御使等职。后和父亲一同被诬入狱，与父亲岳飞、将领张宪同时被害，时年23岁。绍兴32年1162年，宋孝宗赵慎为岳飞父子平反昭雪后，赠安远军承宣使，次子岳雷，字发祥，号下卿，又号生父，刘氏生。宋靖康元年1126年3月，生于山西平定县军中，后因战乱失散，直到建炎3年1129年寻回。岳飞在狱中时，岳雷曾被派去照料其父。岳飞遇难后，16岁的岳雷随同母亲李氏被发配流放岭南。宋孝宗赵慎为岳飞父子平反昭雪后，岳雷全家从岭南归来潭州居住，封中训郎、阁门之侯、翰林院学士。卒于嘉定3年1210年8月，寿年78岁，其恩氏，有四子二女。三子岳林，字吉时，号商卿，摩李氏。岳飞遇害时，林年仅12岁，后同家人一起被流放。绍兴32年1162年，宋孝宗赵慎为岳飞父子平反昭雪后，于次年加封30多岁的岳林被又成侍郎，后又授南干都督、十义一星，后官至朝请大夫、夫文和使制、兵部侍郎、广东经略安抚使，赠太中大夫。岳林卒于绍熙3年1192年10月，寿年62岁，育有两子一女。景定2年1261年，岳林被追封为纂中侯。四子岳振，字东兴，摩李氏，父兄蒙冤遇害，振方7岁，随母流放。岳飞冤案昭雪后，岳振历任朝请大夫，提举江南东路长平察言公事、户部度制司郎中、江东提举等职。宋宁宗赠宝以郎。宋理宗景定2年1261年加封基中侯，育有六子。五子岳廷，摩李氏，字令时，号君熙。父兄遇害时才3岁，随母流放。宋孝宗为岳父子平反昭雪后，岳廷官授朝散大夫。宋宁宗赠修五郎，阁门之侯。宋理宗景定2年1261年追封为叙中侯，育有三子，长女岳安娘，河南相州汤阴县人，
徐福高作于1163年，隆兴元年特补承信郎，后事不详，赐女岳银平，一说其本名为岳孝娥，相传是南宋名将岳飞的女儿，但其名不见于宋史，故其人物是否存在一直存疑。说岳全传提及岳飞四女闻父兄冤死，欲为他们鸣冤不果，抱银平投井而死，终年13岁。除说岳全传外，其事记在南宋词人周密《鬼心杂识》和清代以来的杭州的方志军有记载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